Hello， 大家欢迎到 Game HK 啊！咁我呢条友同大家讲下呢一只 Pokemon Go 啊。上一条片咧就同大家讲过，会揾一个时间同地点咧放新嘅嗰三个模组嘅。咁我同团队里边嘅咧商量过，因为始终都要就翻啲地点啊，即系就大家方便啊。咁决定咧就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里边嘅。咁位置咧就系大家见到蓝色嗰一点。咁到时咧就会喺嗰个位置咧度放樱花嘅。呢个就是 game 入面的环境啦，咁就系黐住，即系喺中间嗰三个嘅 Pocket Store， 嗱，咁就系呢三个啦，大家到时认住啦。时间咧就系五月嘅24号星期五嚟嘅，咁啊啱晒啲打工仔噶啦，咁啊收工就去下转咯，系咪？礼拜六日可能陪屋企人啊拍拖啊，咁礼拜五我觉得都适合嘅，同啲团队都商量过咁样。咁就会7点开始咧，我就会散一个樱花噶啦。咁啊，樱花都系半个钟嘅，咁所以咧就去到7点半。嗱，如果咁啱当时啊，其中有一个 Pocket Store， 又或者三个 Pocket Store 咁啱到樱花嘅，咁我就会等佢嗰个樱花完咗之后咧，就撒我嗰个三个新嘅模组噶啦。咁条片就嚟到呢度先，中意俾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。Pokemon Go 做最新嘅资讯或者攻略对拍片咧，会俾大家听嘅。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